这游戏的客群是谁？动保人士吗 ？Maybe。老实说，我其实当初看到他的广告算有点心虚，因为我就还蛮喜欢动物的。但是呢，后来发现他是一个盖盖盖，就有点阳痿了。歧视动物盖盖盖？不，我不是歧视动物盖盖盖，我是歧视盖盖盖。好了。感谢我们的播客赞助本期节目，我们今天要来好好介绍最近活动啦。首先呢，我们2024漫画博览会线上版，这个你最喜欢的《我退的孩子》啊，还有《怪兽八号》啊，《迷宫饭》《堂堂完结篇》欸，最近的新作品都可以在播客打折买到，现在漫画轻小说79折起，最近动画化的作品啊，人气漫画啊，888的79折起，赶快买起来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刚是怪怪的，成人限定，我操！还有这个老司机求上车，这个我们的鉴定测验啊，也是男性向作品，79折起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有一个小小测验，哎，你只要参加测验，获得50元的这个优惠券，再分享的话呢，有机会抽500点，一点抵1元，等于说就是500块。那我们这个测完就可以得到优惠券。这个我们大家，这个我啊，井川一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YouTuber 都有参与这个出题。圈圈女子学院中学部认证肉棒大叔，请问学校的名字是这个圣华学院？哎呦，哪位作家绘制了色情版迪圈尼乐园，题材引起广大回响？这谁出的？这个出的挺好的，这个肯定是火凤尊老师吧？但有一个跟他名字很像的，这个水龙镜，这水龙镜还是火凤尊呢？应该是水龙镜吧？我的位置是经济舱。这个代表什么？圣人模式到浴火焚身，获得了50元折价券。那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，我刚哪些是对，哪些是错啊？这个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看看我出的考题。然后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播客还有跟情趣梦天堂合作，那你可以在这边领取情趣梦天堂的30点折价券，然后你可以去情趣梦天堂的网站使用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呢，还有我们的Elden Ring， 这个之前我们提过的遥远交界地的故事，我们第一话这个小红帽罗德利卡的故事也蛮可爱的，现在是0元就可以直接购买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方资讯栏连结，有放上 AJ 专属的优惠券，满999再折100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一部真的很奇怪，这个叫蔡穗是飞机杯店店员，这一部绝对跟你脑袋想的不一样，这一部我不要放太久，非常有趣。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 OK， 这个作者大概脑袋有问题，这个作者脑袋有问题才会写出这一部。这个他简单来讲，他不是说飞机杯店店员，然后所以你一开始会以为他是什么卖情趣用品的，没有，他的那个世界观的飞机杯很像那种小摊贩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你要几公分的飞机杯？我要15公分的飞机杯。然后他说好，他就那边拉一长条，然后拉一长条之后，他就帮你切，然后帮你安装好了，你的飞机杯切好了，趁热用。脑袋有问题。然后他也有内用专区，然后旁边就有个内用区，然后就里面很多男的就在内用，超级好笑。我就说看了就 OK， 这个人脑袋有问题，怪怪的。A 漫画久了脑袋变怪怪的，挺有趣的，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了，感谢 Book 赞助播出。哎，我们要来玩最近广告常看到的野兽领主，看起来就很好玩。你可以叫大象去砍树，小象发现了狐猴，我们有了狐猴。I like you movie， 动物版盖盖盖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我们终于可以奴役动物了，奴役动物去替我采集资源。其实这款好像是小小乙国同一个制造商，那是不是代表它是一个有料的游戏？因为小小乙国毕竟也红了蛮久的，换皮再一波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有交配的选项吗？这个嘛，搞不好会有啊。之后应该要生产村民吧？你看它冒爱心，它是不是在生小孩？这游戏的客群是谁？动保人士吗 ？Maybe。老实说，我其实当初看到他的广告算有点心虚，因为我就还蛮喜欢动物的。但是呢，后来发现他是一个盖盖盖，就有点阳痿了。歧视动物盖盖盖？不，我不是歧视动物盖盖盖，我是歧视盖盖盖。
好啦，就是一个该该该加上动物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投票了啊！算了啦，这个不要投票，感觉我们也没玩什么，但是我实在不想玩，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已经真的手游过度阳痿了，现在玩了一些真的好好玩的手游，像《绝区零》，我现在就已经没办法再玩这些不好玩的手游了。天哪！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找到这个一定好玩，这款叫做 Ace Craft， 一定是好玩游戏对吧？这个画风怎么有点眼熟？这个画风是不是有一点既视感？我们居然可以找到盗版茶杯头，不过我老实说，他们能弄成这样也算蛮厉害的了。这确认是盗版了，不然他是正版茶杯头吗？没了，你要说他盗版哦，其实他也不能说盗版，除非间茶杯头告他，而且又告成功，不然你也只能说他的画风借鉴了茶杯头。没有错，致敬啊致敬，吞吞龙也可以这样，对吧？茶杯头也是借鉴那个迪士尼古早的风格嘛，所以他借鉴茶杯头的风格好像也不是不行。不过这个身为攻上过吞吞龙的人，我必须要强力谴责这玩法，这个借鉴了吞吞龙大冒险，画风借鉴茶杯头，玩法借鉴吞吞龙，杰哥一次工伤终身服务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找我工伤多么划算啊，成为你永远的伙伴。哇，还有 roguelike 三选一，现在是一种政治正确是不是？妈的，所有人都要三选一，其实不至于说要素过多啦，我只是好奇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三选一，其实这个要素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吗？这个东西用得好的时候当然是好玩啦，这个东西有好到所有人都要用吗？给人一种我是靠自己决定变强的感觉。好的，好用也好做是不是？但我觉得三选一要设计的好玩还是有它的难度。老实说，虽然知道它借鉴茶杯头，但看起来这个画风真的是还蛮不错的。感觉最近话题大作在绝区零后好像开始有点下坡了，还好米哈游最近有垃圾新闻给我讲，不然我们最近都不知道发什么片了。什么是米哈游垃圾新闻？最近就那个水龙王改动的问题，还有 4.8 的剧情。哎呀，角色有自己的生活好不好？你们又不是恋人，也不是夫妻，就只是单纯的失恋罢了，整天 NTR 来 NTR 去，很麻辣仙人不喜欢你的发言。最新剧情说主角是摄像头，还有人出来护航说主角就是世界的见证者。没有错，我们主角就是世界的见证者，那所以说是摄像头不是合情合理吗？结算这款 Ace Craft 阳性 63%， 阴性 36%， 206人投票，感谢你，你是一款优秀的借鉴的吞吞龙与这个茶杯头。还是明朝好，荆州都是朕的天下。我们来玩姜饼人之塔，那看起来就非常好玩。哎呦，感觉是好玩游戏哦。这款很多女生玩是不是？哎，认识女生的机会来啦，冲刺！可以认识小学女生吗？你可能只能认识轻熟女而已，毕竟还在喜欢姜饼人这个 IP 的，应该也都不是年轻女生了。但你有机会认识轻熟女，毕竟这是我大学时期热门的 IP 好不好？代表他们应该也都30多岁了。和姜饼人守望传说，对，感觉跟守望传说有点类似。乱讲，我一个堂堂大学生，身边18到20岁女生都在玩。OK， 好的，那看来姜饼人这个 IP 有继续向下延伸。现在这个18到20岁的年轻女大学生也还是喜欢玩，那挺好的。OK。对，这是一个姜饼守望传说，能跳跃就能超越 ZZZ， 不能跳跃到底是怎样？到底是谁开始说这个动作游戏就要能跳跃了？我个屁，黑火也不能跳跃啊！法环以前他前几款都不算动作游戏，是不是？很没有跳跃的动作游戏，跟不能夹两下的面包店夹子一样，少了灵魂，是不是？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你们真的很严格，应该有送抽吧？这一定是补师维里奈洋甘菊饼干。开火车，蹦蹦炸弹，忍者饼干，怎么又是蹦蹦炸弹？哎呦，看起来是厉害的哦。黑巧克力，哎，超级稀哦，哎。T0 破防了，超级稀有是不是就最高的？轮椅脚真的假的啊？哎、欸、
好像真的直接把他的最高的抽出来嘞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有一个十连天使饼干，有什么摔跤饼干吗？干肌肉饼干，是用蛋白粉做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各位麻辣仙人，我们来抽麻辣饼干、狼人饼干。超级稀有碎片，20抽可以凑出一个，抽碎片是坏文明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在想，这只是保底的吗？我有两只超级稀有，好，登入就有送超级稀有，哎呀，那就很普通嘛。你各位不要紧张好不好？但黑巧克力是版本 T0， 哎呀，这也没什么。我们来玩玩看，什么叫版本 T0？ 哎呦，这就是版本 T0 的力量吗？哎呀，维里奈饼干，他可以丢一个茶壶在地上。哦，我放地上这个，他可以帮我补血，好，可以蓄力，挺酷的。怎么办？抽到好玩的角色，好像就可以再玩一下。这一只看起来蛮可爱的，奶油苏打饼干。这一只就是宅男会喜欢的角色吧？麻辣饼干，姜饼人王国，我也用这一只。老婆饼，这一只很可爱。魔法师饼干，大蕉饼干，原来是香蕉吗？尖刺榴莲饼干 ，OK， 原来它是榴莲。饼干还有色图，这很合理吧？饼干本来就该有色图啊。黑麦饼干，看起来最可爱的应该就这个吧？奶油苏打饼。好的，这款守望传说风格的姜饼人之塔，阴性68%，阳性39%，183投票，还不错的游戏啦。觉得有抽到 T0， 这个感受上是挺好的。祝大家都可以获得这个有 Oreo 肩膀的黑巧克力饼干。其实我刚还有一点时间了，想说要来抽一下飞染天空。卡池还没抽啊，现在是泳装卡池，还不是米池，大家快跑，要被晒了。不会啦，哪有晒过大家？我希望能抽个泳装慧慧，我囤了50000颗石头，就在等今天。好了，没大师，好了啦，我要破防了。没有，我前一阵才抽干过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每次都买大月卡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会那么丑？怎么这么丑？被姜饼人吸干啦！这就是抽完就删游戏的下场。好，这个玩删，这个我有了，完了，我们的雷大阵慧慧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这就是把黑巧克力玩一玩就抛弃的下场。干，我头好痛啊！来了来了，这个一定，这个一定。泳装逢川会，永恒的盛夏，是 PU 没错啦，不是你啊！破防了，剩下的杀人魔，哇，怎么办？我还要继续吗？我靠！又中，不是啊，又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干，头爆开，可怜爱你，救我，我好可怜哦，救命！大破防了，永无止境的可怜。不会是这个中吧？靠腰，我操，我疯掉！啊，又是河豚，怎么又是河豚啊？怎么可能那么多河豚？真的没中哇，真的没有中，我疯掉，可怜可怜我吧。200抽的时候出，我看一下，我这样子200抽四只，刚好2%太精妙了吧，这个没有在骗这个趴数刚刚好敢直接这就是数学吗？这就是数学，200抽4只，共取得5只，太划算了。这个阶段没有的，当然也是缺一些关键角啦。这个兔女郎东城，然后这个服务生中木烧，这两个比较关键的没有，其他的几乎都有了。所以我觉得好像只有赌2只，我觉得不划算，不划算。这次不行，这次不行。未来有机会一定，但这次先不要。我这10000付费时，我要留着用。石头放着也是放着，我还等未来啊！少这边屁。今天我们开台就开到这边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大家拜拜了。